我是袁老师，今天给大家讲解兵器的练法。古代古人练习武艺，闻鸡起舞，就是说要在鸡鸣以后就要起床练习。这个呢，晨练也避免了这个，就是避免有人围观的意思。另外，也是早上的这个灵气比较大，空气好。这个初学的时间，它都是一招一式的，一招一式的训练，一招一式的学。那么，在你练着比较熟悉的状况，他就要进入冥想训练。老师就要给他讲了，冥想训练，你自己设定，假设敌，你一刀劈过去，对方怎么格架，对方怎么还你一刀，对吧？哎，你怎么应对？这个就叫冥想性训练。因为这个刀剑兵器的速度非常之快，它方而之间劈杆梁化刺削就出去了。这个在你这个学习期间，你根本控制不住这一个，你除非是有意的放慢速度，不用力量，这个状况下才能有两人对练的这个情况，那么就失去了练习兵器、练习武艺的作用。古代学武和现代大大的不同，古代纯粹就是防身保命的、杀敌的，是吧？所以他玩不得一点虚的。那么怎么办？一层下山防友。什么叫防友？两个人功力相当，这叫防友，哈哈一笑。功力相差，非死即伤，那就不叫哈哈一笑了，仇就结下了。另外还有一种，那就是战场，战场杀敌，是吧？平时你就行走江湖，哎，你有兵器，手提提了兵器，行走江湖，护身保命。这个战场杀敌就一刀一枪破功名，一刀一枪，那你练得好的，武艺高的，你就活命的机会就大一点。是，那些大将，那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，那就死了非常多的，他从这些战场上生存下来，因为他有武艺，他武艺高才能生存。这是古代人习武，是吧？习得文武艺，获于帝王家，就是这样说的。那么现代，现代的为什么不讲这个冥想训练？他说：“哎，那老师，那两个人要是不对练，怎么能提高？”这个说法似是而非。这个从旧时代传承下来的这个兵器中有很多对练，单刀破花枪，枪枪对练，枪刀对练，这都是对练的。但是大家注意观察一下，这是人家门派里边为了训练学生、训练徒弟，专门设定的程序。比如说，他一刀劈过去了，这一刀，对方怎么格架这一刀？格架的刀的哪一个部分？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两不能朝这儿看，啊，不能朝这儿吃，枪也不能朝这儿来，都给你设定好了。另外还有一方呢，就是未招的，未招。哎呀，你看为什么有一些，就现在视频很多看得到的，
你看明眼的看着他要忍一下，为什么他不忍一下？他对面的他就反应不过来，怕误杀。还有一种重盔重甲，现在新兴的重盔重甲就规定了，不能伤眼，不能喉，不能心口，不能下掌，这些都不能了，就叫劈砍。诸刀之间重盔重甲，那拼到挨一下，明知道是个诸刀，上去两杆都扯着了，都拧起来了。这些呢，也适应现代的和谐社会。这老师不能说，不能评价人家的对错，就是杀猪杀屁股，各有各的杀法，各有各的教法。但是这个本门学习的是这个，他的力量速度发挥到极致。这另外这个本门的枪法，新一六合枪和刀战，这每一招每一式没有花的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这个理念不同，目的不同，是吧？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广场上有很多玩这些的大刀的，玩刀玩剑的。那么你玩刀玩剑的，你看人家就是，他本来在玩修剑拳挺好的，哎，他拿一个刀他就变成一个修剑刀了，他拿一个剑画舞起来好看，哎，但是这一些人家是以强身健体为目的，是吧？那有人说了，你看他练得再好，哎，武功再好也怕菜刀，那就是指的是他们这一系列真正的武者，玩刀玩剑根本不会怕你拿菜刀烂您的，是吧？你拿着菜刀烂您的，他一眼就看出来你的这个菜刀运行的轨迹，虽说你也很快，你肯定快不过专门练刀法练家。这就是在特定的时期特殊情况下你能护身保命。大家说我遇不到那种情况，遇不到不等于没有。任何社会，古代封建社会，战争年代，包括现在和平年代，这都有那么一批坏人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他专门就是对老弱妇孺欺负弱小的，他你看很多拿菜刀伤人，他就专门砍妇女、砍老人、砍孩子。你练习武艺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你有保命的本领。这是这个，那别人说了，那我那也是玩大刀的，你玩大刀那不一样的，旧社会传过来的春秋大刀，我们的门派里，我们老师传过来春秋大刀一漏和春秋大刀二漏，那里边的动作可不是现在广场上这一些从那勾里出来的，天天他是一表演，所以他以物化为主，以物化为主，好看。这一趟刀法里面，你看他有点八成就是在那物化、背化，哎，高级一点有背化，不高级人连背化的，人家那是为了表演而练习，你练这个刀法跟那不一回事。真正的这个青龙偃月刀，人家是马上的战刀，这个春秋刀非常不好练。那里边的拔不敢上，说明办法，十个人有九个人都练不到，根本都练不到，学不会的东西，非常难练，是不是？拔不敢上嘛，这个直落直脸大家知道吧，在前面飞着，叉叉叉拿着兵器，拔不敢上去把直脸又抓回来，就是那一种。大家设想一下，那是什么？
收深挖步伐，那这以后的这个教学中老师会给大家讲解这一类的。下边老师就把发生在36式的尾动作分解